都可以解答。来，校长，上知天文的话，昨天就不会下雨。是啊，是啊，对啊，那那个啊，真的是天昨天比较不作为啦，啊，那个这个雨神呢，啊，这一区的雨神，管这一区的管区雨神呢，啊，给我们一些啊那、这个欢声雷动的雷动的部分啊。但是书院处跟学长姐们，啊，这大半年的准备，其实今年是我们一直以这样的形式来迎新。啊，因为在雨中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氛围啊，所以心意我们都理解，有点滴水，有点滴水。那所以我真的要谢谢苏院长带领的团队们，啊，有这样的构思。谢谢苏院长，谢谢，谢谢，也代表我们，谢谢帮忙参加这么多人才的帮忙，也代表我们学校求新求变。那么也跟啊，也希望把学校的优点，好，形象的空间、开放式的空间那个氛围，再加上一点现代化的营帐式的巧思，好，那代表我们啊对未来呢是啊愿意去创新跟投资的部分的，所以啊就原谅我们吧，好，对，这个真的有效，没有爱。好，那我叫林崇一，好，大概二十分钟很短，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更了解我的话，也可以问我的问题。好，不过这边今天的主要目的是大家对学校有什么建议，有什么疑问的地方，好，方方面面，好，包括课程、师资、生活环境，包括宿舍，好，跟那个啊宿舍师导，好，以及之后。好，有什么样子的需要垂询的部分，都建议的部分，请不要客气。好，那个可以说。等一下，先去做有奖品。哎，我在店里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黄永月。哦，永月。哎，我建议一下，因为我是3月9号，3月8号第一次来哈。那就是因为那个着急呢，因为我想学习想了20年，结果在那个YouTube看到，对，看到，所以我看到当天就来了。在我声音吗？好，去解决吧。他的声音可以穿墙。仙女下凡，仙女下凡。这个就是因为那个主题，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直接了。来了之后呢，我到